作为文化产业来讲呢，也是我们考虑之中。但是政府在文化上面，我个人的看法不能参与太多。文化是一个思维的方式，它应该让他们自由发展。政府在政策上面，我们在措施上面能帮助的，我们一定要帮助。但是如果由政府来引导和带动文化产业，啊，我看文化人会不同意的。文化人有文化人的思维，让他们，我们只是管好这个方向，不要过界啊，不要碰到底线。因为文化这个概念是很宽的，啊，包括画家、书法家，包括我们的思想家等等，都是文化啊。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呢，我们政府采取的态度就是按照原来一贯以来的态度，啊，如果在政策上面我们资助了很多的文化产业的那展览会啊啊等等，这种是政府的行为，但是政府不要在上面指手画脚，啊，我们不会做指手画脚的事情，让文化人能够多一点发展他的空间，啊，才有好的文化产品，这样才能围绕好的文化氛围，啊，各地才会到澳门来发展文化产业。